Halo, dua atau dua? Cuma早上能听到老师说话吗？听到，听到 ，OK。等会儿啊，老师先打开那个。老师早上好。早上好。能看到吗？那个老师，你们看的东西能看到吗？能看到不？来，回答一下，能看到吗？老师给你们的这个复习的，能看到吗？能。好，那我们开始了。我们开始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来复习第一课，好不好？第一课剪纸，剪纸你们还记得吗？老师跟你们说过的剪纸是什么？剪纸，拿红色的纸，然后我们用剪刀剪的那个剪纸，这个啊，剪纸。来，我们开始。现在呢，老师是这样子的，老师要给你们读，老师读了，然后你们跟着老师读，可以吗？就读了，你们跟着老师读啊，能听到吗，你们？能。好，那来我们一起啊，剪纸是中国民间的。剪纸是中国。的一种手工艺术，一种手工艺术。我奶奶就能用，奶奶就能用这件，点出很多人物，我看到奶奶能用那普普通通的，用那普普通通的剪刀和纸张，剪出那么多，有趣的图案，十分羡慕，不由得会剪纸，充满了好奇心，于是开始跟着奶奶。我认真的学，很快我就学会了，一些
一些简单的汉字和图案，简单的汉字和图案。叔叔结婚的时候，叔叔结婚的时候，我亲手剪了，一对红色的。红色的双喜字，贴在叔叔新房，门窗上，给叔叔的婚礼，添了，男孩剪了鸳鸯和龙凤，贴在叔叔的新房里，祝福他们他们相亲相爱，白头到老。好，停。好，你们先听啊，先听老师说。那这些呢，你们看到老师有画红线的，在你们课本里面有吗？老师有画红线的呢，你们现在也用你们的笔画线起来，画线啊，同学们拿出你们的课本，然后这些老师画线的，这些老师画线的，你们也跟着画线啊。这个句子，也是红色的，这个有看到吗？老师画线的。你们找一找，老师等你们，找一找，然后你们画线。我好了，要跟老师说好了。如果你们好了，要说，如果好了，老师我好了。嗯、哦，好了是吗？好了，那你等会儿啊，等还有其他同学还没有画的，好不好？先等一下。好了的，先等同学们，好不好？好了。明天的一重奏。好了的，同学们先等一下，等其他的朋友呀。好了，这么多人都好了吗？没有，还没有画好的，还有没有没有找到的？很多人物哦，花草鸟兽等，我看到了吗？十分羡慕，不由得对剪纸满了好奇心。好了吗？好了，那老师继续啦。还没是吗？快点找，快点找。好了，老师。老师刚才进去有人说还没有。好了，那我们继续吧。没事。如果还没有好的，等一下我们再反过去，好不好？我们先一起读，读完之后老师再给你们时间再画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继续呀。在一起读，谢老师读。每次剪纸，我都充满着你的兴趣。
的兴趣，有一起中文学校，中文学校举行手工制作比赛，举行手工比赛。不上吃饭，上出了十二生肖，老师和同学们，都夸我写的生肖像。结果我获得了冠军，我更加喜欢剪纸的，奶奶告诉我，中国农村人们过春节还要剪花灯，和一些神话人物，这些剪纸的记忆，好了，
好了，那现在我们来到我们复习的环节了，到了那个问答的环节，演读一下，让人家点着呀，你们注意看呀。哦，我们先读词语，来，我们先去读手语，读词语。什么？好，你们听啊，这个呢，现在呢，词语老师给你们的词语，谁会的？谁会读这个词语的？看，走黑，然后老师才 unmute。谁会的？这个是什么？有人会吗？嗯，结婚。结婚，对了。结婚，来，这个谁会的？来举手，谁会的？叶三，什么？声控，对，声控很好，声控，好，第三个，谁会？差不多，对了，差不多。这个呢，谁会来举手？好了，来，继续答，我们继续。梅森，来看词语，来我们看词语。梅森，这个是什么？无良边牙，手勾，一二三，开始。手勾。嗯，什么？老师没听到什么？哎，辛苦。啊，对了，兴趣，真的。兴趣，兴趣，好吧，兴趣。来，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。嗯，这个是什么？兴趣。谁会？举手。兴趣，这个有了。结婚什么？勇敢。为了勇敢，然后，那我们继续。这个呢？谁会？生动。谁会？冠军。等一下啊，老师先选一下。农村。农村。Cherry。传统，为了传统，去这个谁会？能，能穿。Jason， 不要换呀。哎 ，Jason 会吗？这个是什么？农村什
农村，对了，农村。好，这个呢？来，这谁会的？然后第二呢？什么 ？Darren。冠军。对了，冠军。啊，这个。再来，这个是什么？生动。很好，很好，来第三。什么？谁会？举手。哦，这个有了。二啊。米歇林。很好。很好呀，唱歌。唱歌。唱歌。米歇林，这个是什么？第四是什么？丰满，丰满，吃了很好，丰满。这个呢？来，谁会？进不去。不要画呀，不要画东西。普通，普通，对了，特别棒。这个呢是什么？谁会的？来举手。这个是谁来着？人物。人物很好，真棒。对的。来，还有一个，最后一个是什么？谁会？来举手。手工，手工，对了，谁说的那个手工很棒，很好啊！来，我们继续。那这个是刚才你们划线的句子，刚才我们划线的句子。来，现在老师再让你们读好不好？老师先按你们全部。好啦，大家都可以说话啦。没，可以说话啦。钱。来，会不会读？剪纸是中国民间的一种手工艺术。手工艺术。我奶奶都能用这剪出很多。第三，不由的剪纸，充满了好奇心。好，现在第四，很快我就学会了，很快我就学会了，简单的汉字和图。好，现在第五，我亲手剪了一对红色双喜字的双喜字。奶奶还剪了鸳鸯和龙凤。第七，每次剪纸，我都充满了大的兴趣。好，现在第八，老师和同学们，结果我获得了冠军，获得了冠军。好，现在第九个，最后一个呀，在农村。
风吹来门吹门吹吹门门吹柳叶花灯花灯花和一些好的大人或商家，人物。OK。现在呢，这个我们要考试的题。考少儿无间，你要考少儿的呀，一定不考少儿无间，看你要不能动少儿无间。OK。等一下我们考试的时候就是这样考的。肯定完全要理解那什么题啊？这部分本讲，那么是选择并选出正确的字。好，大家先不要说话啊，老师先不要说话，老师先解释好不好？来听一下，这个呢只是你们的题型，跟读书二才讲，跟读书二才考前提了，你那什么给你呀？第一个部分吧，给他妈比例人怎么考的？来，看，剪纸是中国民间的一种手工艺术，那哪一个尖，哪一个竖呢？民间的尖是哪一个？艺术的竖是哪一个呢？来，有人会吗？的，民间的尖是哪一个？第一个还是第二个？第一个，A 的是第一个呀。A 的是第一个的，那 B 的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？B 的是第一还是第二个？可以了，第二。哎呦，你们真棒！第二个，A 的是第一 ，B 的是第二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二题。我奶奶就是用纸剪出很多人。对剪纸充满了好奇心，真棒！
对剪纸充满了好奇心。第三，我汉字剪，剪一些，我会了一些简单的汉字。我学会了一些简单的汉字。干嘛去干嘛？你们为什么没有这个？兴趣对了，在中国什么什么人们过春节要剪中哪里春节农村对了，农村是老师帮我剪的生活形象，结果我改了冠军为了反对冠军，我不由自主剪纸，充满了好奇心，充满了好奇心，大家都特别的棒。来，听我内容回答问题。老师和同学们夸我剪的怎么样？老师和同学夸我剪的怎么样？还记得吗？老师和同学都夸我剪的生动形象，活灵活现，大家都忘记了是吧？来看第二，叔叔结婚的时候，奶奶剪了什么？鸳鸯凤凰。结婚的时候，奶奶剪了鸳鸯和奶奶剪了鸳鸯和什么？凤凰。鸳鸯和龙凤，奶奶还剪了鸳鸯和龙凤。第三，在中国农村，人们过春节要剪什么？农村人们过春节要剪花灯。花灯还有呢？窗户。花灯、窗花和一些神话人物，啊，花灯、窗花和一些神话人物。啊，考试的时候你们就直接写答案，明白吗？朗诵为什么？那不是吗？小班长讲呀。朗诵每件事啊，三读、每件话、三读这样子写 ，OK？ 好。好，那我们就到这了，我们。星期还有星期几？我们星期三再见。我们来复习星期三的时候，我们来复习第二课，是吗？星期三我们来复习第二课。明白吗，同学们？星期三记得要看哦。好啦，听到你。再见。再见老师，再见老师，晚安，晚安，谢谢。